陈情令当中最有不俗的表现，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我是他最近正在追剧的是《陈情令》，但在他后面来的更是演而优则长，《陈情令》国风音乐演唱会是深受大家的喜爱。同样，李宗文、曹玉辰也参与了第八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主播之的梦想的演唱会舞剧，在稍后的并播的台当中，我想问是哪个衣服？金色的表演。而跟随他们一起前来的是我们的小朋友们，同样欢迎你们。